still alive, let's hit the dance floor. Don't work too hard, might break a backbone. Return of the Mac, the king is back though. Corvette and cash, I never lack those. She saw the stone, you know how that go. Fatality, my diamonds that cold. Versace trunks, I hit my backstroke. Knock on the door, she at the back, bro. All I really take is a little taste. Island girl, blue eyes with a little bass. Here for the thrill, I don't need a chaser. Wanna vibe at the getaway. Shimmy, shimmy, y'all got the semi-four weight. Don't step out the line like this a probate. You hit the line and try to locate. This for the time, got time for no day. Hello, 大家好。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买了几个柜子，然后那边也买了几个收纳柜，然后把我的相机啊、器材啊、胶卷什么之类的都收纳好了。那么以后可能会稍微干净一点。那么今天呢，就在这里去给大家去做一个稳定器。真的是好久没有做稳定器的评测了，这好像我一开始做 vlog 那个时候，就是用索尼相机必须要用稳定器才能有更稳定的效果。那么我自己呢，其实是不太推荐去买稳定器的。那么为什么我会买这款稳定器，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不太会用，但就是觉得杀红了眼，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索尼相机的稳定的问题解决，轻便稳定画质，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理解，就是你杀红眼的时候就是很完美，但是当它完美了之后呢，你可能就觉得索然无味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就去跟大家去做这样一个稳定器的一个开箱。这应该是一个智云的什么 M2S 吧，大概就这个样子了。整体这个还是非常小巧的，跟我觉得买那种手机的稳定器是一样小巧的，轻也蛮轻的。它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当然现在还没试啊，就是说这样有一个补光灯，就是对于很多拍 vlog 的同学来说，在晚上有一个这个补光灯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 ISO。 现在我就把我的索尼的 ZV-EF 放在这个稳定器上面了。那么稳定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的使用好的条件，就是要把它调频，就是不同的相机你首先要把它调频，就是不要指望在不频的时候呢就用电机的这样的一个力去保持它的平衡，这样呢也会抖动，其实对电机伤害也比较大。那么在它比较自然的情况下就调频，那么这样电机呢它用的力会相对较小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使用的更好一点，更久一点，所以就可以相对来说就是提前去调频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看上去是比较偏厚一点，偏倒一点，看到没，就是我们可以稍微调频一下。另外一个呢，就像这种相机我们用起来的时候就是要用翻转屏，用翻转屏的话它的平衡也会相对来说是不太平衡的，就是你关上去调频和打开了之后呢，它调频的一个默认的一个自然的稳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它的重心也变了嘛。但是稍微变化一点重心它应该能够吃得上力，不然的话你每次翻转和不翻转都要重新调频是很麻烦的。我靠，尴尬了呀，看到这个麦克风插不进去，这下面已经到头了，然后麦克风插不进去，尴尬了，看来只能把这个 ZV110 给装好了。 ZV110 我看了一下，这个螺丝孔是在中间的，所以可以放在这上面。 ZVF 尴尬了，估计得买一个，另外再买一个快装板放在中间，把这个孔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解决这个问题，真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 vlog 相机就是应该打开就可以使用，像它字面上写的那个意思一样就能用。就像我说的，其实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麻烦很烦，就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个事情上呢？接麦克风的话也挺麻烦的，再调一下，看翻过来是这样子，再调一下，基本上是平的，虽然有点歪啊，就是我不想把这个翻转屏盖回去之后它还得再重新调频，就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间有一点点歪这边，然后盖回去呢有点点歪这边的那种状态，就不要到这边非常平然后到那边非常的歪，很麻烦。好了，现在我到天坛这边来去给大家去测试一下这个 ZV110 加上这样一个智云的 M2S 的一个稳定效果怎么样。现在是下午，天气还可以，但是北方呢我觉得冬天都是有点雾蒙蒙的，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现在没有打开机内的稳定，就是稳定全关了，现在全部用稳定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测光总是告诉我欠曝 0.7， 但是我从这个屏幕看我的脸已经基本上过曝了呀。嗯，很奇怪呀，这个测光。不管怎么样，我先相信它的这个参数，不相信它的屏幕。因为索尼的屏幕很多就是看着是那种过曝了，但其实是正常曝光的，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买一个这样一个稳定器。虽然现在的稳定器它其实已经发展了越来越小巧了，越来越好用了，但是为什么不要买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要使用这个稳定器，虽然可以开相机用，而且小的相机也是不错，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得拿着它，得拿好的东西，好多线，然后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 ZVEF 的它的这个音频线接不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它的调频的问题啊，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我自己其实买了很多稳定器，就是老观众知道我买了超级多，然后原来我做 vlog 的时候出去旅游都是用稳定器拿着去旅游的。哇，这么太亮了，靠边。然后我有一年的 vlog 基本上都是手持如影去做 vlog 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遇到好的场景的时候，稳定器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这个稳定器我手上拿着在，对吧，现在我跟大家介绍啊，这有棵树，介绍完了呢我是不是要把它给放下来，放到包里，我可能自己要吃个饭去喝个水什么的，对吧。然后发现哎，这个场景又不错，我要赶紧拿起来。其实稳定好的相机拿起来直接拍都不一定能捕获到这个场景，更不要提你要拿稳定器了。当然稳定器也给你提供了包包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会做的防水很精美，但是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想象中的这个稳定器拍完了之后很优雅的放起来，但实际上是你看我带了个帆布袋，为什么，就是把这个稳定器关了，相机关了之后直接捅进去，然后下次拿出来就直接拿出来。对于很多人来说用稳定器它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做 vlog 总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去买稳定器。但是另外一点来说，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用稳定器之后这个画面确实非常的好。然后我把这个光圈全开，看到这个虚化，然后在这里边走边聊，这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好的画面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电影感，更多的怎么说更好的内容和故事吧。但实际上其实一个好的 vlog 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本身，然后包括你自己想要去分享的后面那些思想，那些思维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呢我使用的是这个 ZVEF 这个相机放在这个稳定器上面，然后呢放上去呢第一感觉就是非常轻便，非常小巧，不需要双手握持了，毕竟还需要一个好一点的收音嘛。那好一点的收音的解决办法呢，就是用这样一个外置的一个录音设备。这件事情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包括用这台相机的目标人群，就女生来说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确定做 vlog 你需要用一个外接的一个外置加外接的麦克风吗？另外一个大家如果要买稳定器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的重量，就是稳定器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重的，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感受到，就是我这一路其实已经有点喘了，当然我已经在控制我的呼吸了。那么刚才呢我是单手去跟他去聊的，一开始还能聊得比较好，后面呢我就发现得换手才行，然后到最后呢我才发现换手也不太行了，就会比较喘吧，然后我就得换一个方式。现在呢我是双手去握持，然后这个手臂夹紧就不会那么累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中间去边走边跟大家去聊。所以即便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个稳定器配置，但是它还是会有点重，特别是这个握持的一个姿势，就是你其实是手这样横着去拿，这个姿势已经非常非常我觉得难以坚持了。就你觉得自己可以坚持，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里去试一试，拿着手机不说重的东西，就拿手机就这样拿着，然后坚持一下，
看能坚持多久。现在我这个单手操作，然后我们跑起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哎，拿着我年轻跑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干了。哎，这边的量，哎呀，得把手机拿出来，我们跑一下，怎么样？稳不稳？看我这个秀发，在这森林里面。其实自行这款稳定器真的很不错，但是说实话，得想好了。普通用户，特别是女生，真的不推荐。我在外面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晚上开灯的一个效果啊，大家看一下，哇，好亮啊，这个太亮了吧，我感觉我自己啊，再亮一点，非常亮啊。但这么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路，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太黑了，其他地方可以看看。哇，我是差点撞到别人车了，往那边走一走。哇哇，靠，现在我用的是这个稳定器加上一个索尼的 ZV-EF， 因为下午去录制的时候我带的那个外置的索尼那个录机 PCM-D100 就忘了带防风罩了，所以就有口气。现在我又重新弄了一个麦克风叫 Tascam，天知道我家里怎么有这么多，可能因为撒红了眼买的麦克风吧。Tascam、Zoom， 好多正常麦克风，还有 NTG 四家。现在我拿一个出来，就像我说的，下午你看，像我这样的老司机有这么多麦克风，我带了一个外置外接麦克风外录，然后准备回来对音轨，发现我说话这个，在这个没有毛的情况下，这个口气都被录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爽，那个素材就很不好用。所以可见用 ZVEF 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外置外接外录，然后回去对音轨，就这样对上是最好的，声音效果也是最好的。就说了这个灯吧，其实还是非常实用的，但是晚上在外面走的时候我觉得不太适合用这个灯。就说实话，这个灯对着自己前面就基本上看不见了，我感觉。看看我到哪儿了，看到没，我基本上撞到这个车了，我走路得这么走，非常小心。好吧，那么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这款稳定器的我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那么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款稳定器还是非常不错的，从技术上呢，从它的使用上，从小巧轻便，包括这个不太那么在深夜很实用的补光灯，但是还是有用的补光灯。整体上面来说，我觉得从技术啊，从轻便，从参数，从使用，还有工业设计和体验上面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微单 APS-C 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稳定器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就像我整个 Vlog 里面一直在提到的，就是你是不是需要一款这样一个稳定器。你用稳定器呢，你就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像我来用呢，基本上不用任何的线，就是纯相机放上去，然后纯用它自己的一个操作。那么如果你还想要去什么连线去操作啊，用它来录制的话呢，那就带很多线，就拆装呢都会比较的麻烦。从我的经验来说呢，我录了这么多 vlog， 我希望就是越方便越简单越轻便越好，而且希望是能够随时拿起来去拍摄。所以我自己呢也很多年没有去用稳定器了。所以虽然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不好意思啊，志云，我不是针对你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用户还是要多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要使用稳定器。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其实不希望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带这么一款稳定器，但既然买了，我还是会好好的去使用它。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设备没有问题，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一款
稳定器。好吧，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 vlog 分享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那么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这种有亮光的地方还可以稍微看得见一点，看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在深夜的楼道里面去搭个灯去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派我上楼是多么的稳定。所以我们的观众要看的节目是在深夜里稳定的上楼。哎，对了，刚才一直没给大家看到，就是大家能看到吗？我还戴着监听耳机，夸张吧？我怕录不上，专门戴了一个监听耳机。